11月6日晚，汪峰大女儿小苹果汪曼希在音乐平台发布最新单曲《你》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一首《你》由汪曼希作词作曲兼演唱，是她最喜欢的 R&B 曲风。不少网友听完表示，从歌词到嗓音都非常成熟，也算是继承了其父亲汪峰的才华。网友纷纷称赞小苹果很有音乐天赋和才华。据悉，小苹果名为汪曼希，是汪峰和前妻葛慧杰所生的女儿，今年已经16岁。这些年里，章子怡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般宠爱，感情一直很好，甚至亲密地称呼对方是自己的大女儿，一家五口非常幸福。日前，章子怡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家五口看展览的照片，写道：初雪飘然而至的周末，风已经有冬天的味道了，气温骤降，咦，全家抱团取暖。照片中，醒醒和姐姐小苹果合照互动有爱，弟弟专注画画背影出镜乖巧可爱，一家人温馨幸福。